各位病友、各位大哥大姐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卫老师。接下来要带大家做弹力带的训练。好，有弹力带的话，就把弹力带拿出来。好，弹力带体积小、重量轻、携带方便、安全又有效。好，所以各位大哥大姐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就准备一条弹力带放在家里，有空可以做一下。好，接下来老师教大家做几个简单的弹力带的训练。好，各位大哥大姐，请坐下。手抓的长度跟阻力有关系，如果你抓的短一点，阻力就比较大；如果你放长一点，阻力就比较小。所以，请依照自己的肌肉的力量去决定你手抓的长短。好，请抓适当的长度。好，挺胸背打直，核心肌群收紧。好，大概呢，手抓的宽度大概肩膀的宽度左右。好，背打直，吸气，吐气，双手打开来，吸气，合起来。好，吐气，双手打开。如果你的手越往后面，好，就越可以训练到你的肩膀后侧的肌肉、肩胛骨周边的肌肉，也就是上背部的肌肉。好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肩关节开展度比较开的话，手就可以往后面多一点。好，这样可以更多的训练到肩膀后侧跟肩胛骨周边的肌肉。好，可以让你比较不容易驼背。好，最后一次，稍微停一下。好，让你的上背部的肌肉多训练一点。好，回来，接下来手举高。好，那吐气的时候双手打开，吸气的时候回来。好，吐气打开，这样可以强化到你肩关节上下的肌肉。好，肩关节上下的肌肉可以用这种方式训练到。好，再来打开，回来，好，打开，回来，最后一次，打开，吐气，打开，吸气，回来。好，接下来右手放上面，好，那左手放下面，左手抓下方的弹力带，好，背打直，吸气，预备，好，吐气，把上面的手伸直。好，这样可以训练到你的手臂后侧的肌肉，吸气弯曲，吐气手伸直，吸气弯曲。好，这个动作跟洗澡的能力有关系哦。好，那你用毛巾刷背部的时候，是不是用这个动作在做？好，所以有时候这个动作也要训练一下，那你以后洗澡的时候比较方便。好，也可以强化到你手臂后侧的肌肉，好，减少蝴蝶袖。再一次，好，换手，好，把左手呢，好，放上面，好，那弹力带放后面，右手抓下方的弹力带，好，好，抓好了没？好，背打直，吸气，好，吐气，手伸直，吸气弯曲，好，吐气伸直。吸气弯曲，好，这个动作除了可以强化到你手臂后侧的肌肉之外呢，也可以让你肩关节活动度比较大。肩关节活动度比较大，好，你可以手的动作可以做得更多。好，那你这个用毛巾来刷背的时候就更方便。好，再来，如果你很在意手臂蝴蝶袖太明显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常常做这个动作，好，这样可以减少蝴蝶袖，好，可以让你手臂的肌肉更结实。好，接下来，好，把你的弹力带放在背后，好，高一点的位置，好，大概是上背部的位置，好，大概是上背部的位置，然后呢，从腋下出来，好，保持挺胸背打直，等一下呢，吸气预备。吐气的时候，手往前推，再往前交叉，交叉越多越好。好，再吸气打开。好，再来吐气，往前交叉越多越好。吸气打开回来，交叉的越多，越容易训练到你的胸大肌。
肩膀前方的肌肉也可以训练到，随时保持脊椎拉高，挺胸背打直。好，再来。好，我们再一次，我们稍微停一下，好，让你的胸大肌的肌肉训练到更多，好，让你的肌肉更酸一点，好，这样会更有效。好，手打开，好，把弹力带放低一点，放低一点，大概放在腰的位置，然后呢，双手交叉，左手抓右边的弹力带，右手抓左边的弹力带，好，背打直，好，吐气的时候双手同时往外打开，好，吸气再回来，好，这样同时两边的手臂都可以训练到，好，也可以让你的腰围肚子再更小一点，好，这样肚子也会再出力，好，再回来，好，再吐气，吸气完就回来，好，最后一次吐气，一样我们稍微撑一下，停一下，好，各位大哥大姐加油，忍耐一下哦，好，弯曲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再做最后一个动作，训练腿部的肌肉，把弹力带拿出来，然后呢，双脚先并起来，弹力带从膝盖的位置往下绕，好，再往上绕回来，上面打一个结，好，然后呢，双手握住弹力带，把双脚脚掌打开，一样保持挺胸背打直，核心肌群收紧，好，等一下吸气预备，吐气的时候膝盖打开来，吸气再合起来，好，再吐气打开来。吸气合起来，这个动作可以训练到你臀部外侧、臀中肌、臀小肌，还有大腿外侧的肌肉。好，再回来。好，再吐气打开。吸气回来。吐气打开。吸气回来。好，最后一次，吐气打开，不要动哦，膝盖保持打开，稍微忍耐一下。好，越酸越有效。好，这样臀部外侧大腿外侧，好，就可以有效的训练到。好，回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弹力带的训练就教到这里，谢谢各位大哥大姐。